乔郎。孔圣人，小女子连城因有急事想要转告乔生，所以才会斗胆冒犯擅闯贡院，请孔圣人网开一面，待小女子转告清楚一切之后就马上离开。孔圣人，我是为了平民百姓的安危，请您破例一次吧。收回了，你快出来吧，乔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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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快出来，快出来呀！我自己想办法。公子，看来他们都睡得很熟啊。公子，其实这种小事儿根本不需要您亲自出马，我们三个人就能搞定了。就是，再怎么着，咱也不能耽误看这么精彩的篝火晚会呀、啊。想起来我就兴奋呐。好了，行动吧。是。大哥，你跟王化成是一伙的。我？你处心积虑安排我重考，就是为了引开我，让王化成来放火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我不想再听你的花言巧语。乔大哥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走，走啊！好心好意来帮你，不领情便罢了，你还把罪过都怪在我头上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狼心狗肺！别骂得这么狠、你这个大头鬼，每次出来都没声音，每次都吓唬我。
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特地来陪你聊聊天。谁需要你可怜了？走啊！冰娘，你别骂乔郎好不好？他也是因为欢乐窝被毁，心情不好，才会错怪你的。当然了，他骂的又不是你，对吧？哎，你不是鬼吗？你明明知道王八城他派人来放火，你为什么不出手相救？大姐，我是鬼，又不是神仙，我也有力气使不着的地方。你不是有力气使不着，是有力气不想使吧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就是见死不救，破坏我跟乔大哥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真是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，当初要不是你出什么馊主意，让乔大哥重考那乡试，哪会弄得如今这副田地？现在好了，黑锅我全背了，他现在就怪我了，不理我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喂，我好心来开解你，你受了乔郎的气，却发泄到我头上来，你得了你！我就是无理取闹了，怎么样吧？你走，本姑娘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走！哼，好心没好报，走就走，你永远都不要再来求我。老爷，欢乐窝火灾之事又不是你干的，你生那么大气干嘛呢？你还说，所有的事都是你的好外甥做出来的，我已经警告过他不要乱来，他拐个弯就去放火，他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。老爷，你别听外面风言风语的，我敢保证啊，这事儿不是华城干的。不是他干，还是谁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如果不收回那块地呀，他就不甘心。哎呀，老爷，华城要想收回那块地呀，办法多的是，何必要放火这么狠呢？再说了，华城知道火灾以后啊，还捐了2000两银子呢。就别说2000两了，现在所有人个个都走失了，这2000两啊，到底装到谁的口袋里，还得问那个畜生。真是2面3刀，好坏都是他一手包办了。老爷，你看现在天干物燥的，说不定啊，是那帮平民自己弄了着了火呢。可能是吧。爹，你说实话，王华成放火，你是不是帮凶？不是。真的不是？不是。冰娘，你错怪你爹，错怪你表哥了。宝贝儿，哎，宝贝儿。老爷，你看，没大没小的。哎，宝贝儿心情不好吗？我的心情也不好啊。义父，孩儿不孝，孩儿只顾自己的功名，丢下了大家不顾，让那些奸徒有机可乘，毁掉欢乐窝，害得大家流离失所。你牺牲性命保全了欢乐窝，却毁在我的手里。义父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大家。乔郎，你别这样，不关你的事。乔郎，别跪了。乔郎，停啊！我怎么又来这里了？乔郎，连城，怎么了？是我不好，我愧对你，愧对我干爹。你是说欢乐窝的事？乔郎，王化成是有心算无心，你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但是乔郎，如果你意志消沉，自暴自弃，有用吗？帮得了大伙吗？
你们都看错我了，我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。不，乔老，你是大伙的头，如果连你的信心都毁了，那还有谁为大伙尽心尽力重建家园呢？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你不但要谢我，还要谢一个人。你说的是冰凉吗？乔老，冰凉纵然有百般不对，但是他为了你重考的事情到处张罗，四处奔波，不知道为你受了多少的苦，说了多少好话。不错，他是被人利用了，可说到底他还不是为了你。他的心意你明白吗？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骂他。你明白就好，快去跟他道歉吧。连城，还不起来？起来呀！太守公，哼！太守公深夜造访，到底有何？来人，在，把这里里外外搜清楚了。是。喂，喂，太守公，你三更半夜闯到我家来，东搜西搜的，你以前是朝廷命官，这叫知法犯法啊！我知法犯法，你敢诱拐我女儿，我就要抓你去县衙门呢。冰娘不见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厨房里没有，老爷，卧房里没有，老爷，厢房也没有，老爷，书房里也没有啊！你把我女儿藏哪儿去了？说！我乔某饱读圣贤书，又怎么会做出这种苟且的事情？你要带我去县衙，可以，我现在就跟你到县衙去见谢老爷，看看到底是谁对谁错。我现在不行，我要找我女儿。我警告你，如果我女儿有事的话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你。走。是。冰娘这孤身一人到哪里去了？老是让人担心。小姐，宝贝儿啊！小姐，宝贝儿，小姐，宝贝儿。哎呀，你们老跟在我身后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分头去找？是是是，宝贝儿，宝贝儿啊！我不怕。
他什么？我是堂堂的史家大小姐，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这大头鬼，你怎么出来又没有声音？你不说我是鬼吗？鬼出来怎么会有声音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跟你已经心灵相通了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都可以把你抓回来。你是故意要奚落我？你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不是又冷又饿吗？我不冷，我一点也不饿。你不害怕？我冰娘天不怕地不怕。冰娘，你别耍性子了。哎呦，你心里想什么是瞒不了我的，你回去吧。不，我再也不回去了。你是有家不想归，我是有家归不得。冰娘，你爹娘都是很疼你的，回去吧。我娘，哼，她根本就不是我娘，我爹就知道疼她，根本就不管我了。傻丫头，你知道你离家出走之后，你爹有多担心你吗？那我也不回去。你不回家，那打算往后怎么办呢？不知道。就是嘛，你离家出走是因为你爹不答应你跟乔郎来往而已。你不肯回家，不是更见不到乔郎了吗？来嘛。乖乖回家吧，乔郎的事情总有办法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要是走了，不就没有人可以挡着你跟乔大哥了吗？你走不走都挡不了我跟乔郎的。冰娘，看谁来了。去吧。乔大哥，乔大哥。冰娘，你又怎么了？你离家出走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害多少人为你担心？你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得很混乱，害得大家为你担心。听我的话，赶快回去。我就那么令你讨厌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了，乔公子，你放心，我冰娘绝对不会再烦你了。再见了，乔公子，再见了。冰娘，快追他呀，快呀，追呀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小姐，小姐，宝贝儿，小姐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你到哪去了？你爹担心死了。哦，原来真是你呀、啊！原来真的是你在捣鬼呀、啊！太守公，你听我解释嘛！不要解释！来人，走！爹，这事跟乔公子没关系了，我跟你回去便是了。哎呀！宝贝儿，等等，等等爹呀、啊！宝贝儿，怎么办呢？你看，小姐还是这样，不吃东西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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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肯吃，不肯睡。我不让他跟乔生来往，究竟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？老爷啊，其实我也是过来人，冰娘的心事啊，我最懂了。那你快说。冰娘这个时候啊，正是情窦初开，正好呢又遇见了乔生，
所以呀、就茶不思饭不想，难舍难分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他恢复正常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把他嫁出去。嫁出去？嗯。什么话？将宝贝儿嫁给乔生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让她嫁出去，但不一定要嫁给乔生啊。嫁给谁呀、依我看呢，最适当的是嫁给华城。华城？不行不行。哎，老爷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跟冰娘一样，整天淘里淘气的，梦想着呀，能够嫁一个如意郎君。可是我自从嫁给老爷你，不照样相夫教子吗？照你这么说，我不是你如意郎君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呀，是我的命好，找到了我的如意郎君。老爷，华城这个人呐，是有点急功近利，而且他还逼老爷干了一些违心的事儿。这都是他的不对，他的不对。但是你想想，老爷。华城自从当了百叶牙行的当家以后啊，首先就整治了那个阴阳妖，还为老爷出了口恶气呢。哎呀，华城这个人做事不择手段，早晚会惹出事，到时候不断会连累我的宝贝女儿，连我们也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老爷，华城只是好胜心强点罢了，你想想，他要是跟冰娘成了亲以后啊，又有后顾之忧了，担子重了，包袱重了，就会为自己着想的，也会为妻儿考虑的。人成熟稳重以后啊，就会收敛很多的。而且华城又是江浙的首富，跟咱们家也是门当户对啊。如果你不把冰娘早点嫁出去的话，他天天就会想着那个乔生。老爷，如果你把冰娘嫁给了乔生，冰娘就会吃一辈子苦的。老爷，你不心疼啊？好了，就照你说的去办。那行，我让华城早点来提亲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什么夜长梦多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呀，怕冰娘胡思乱想。好了，你快去快去。哎。乔公子，乔公子，是你们，你们请进来。快来！四位大哥，请坐。乔公子，不用客气了。其实今天我们来，主要是为了你们家小姐的事吧？正是。如果是因为冰娘的事的话，四位请回吧。啊，乔公子，我们家小姐马上就要嫁人了。冰娘要嫁人了？对。老爷要小姐嫁给王化成王公子，又是他，又是他。你们家小姐的事，恕乔生无能为力。乔郎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乔公子，我们只是下人，本来不应该多嘴，但是这关系到小姐的终生幸福啊。是啊，乔公子，小的把话说明白了吧？我们家小姐对你怎样，你应该一清二楚的。咱们实在是不忍心看见小姐她所托非人呢。乔公子，你就行行好吧，救救我们家小姐吧。乔公子，救救我们家小姐吧，小姐吧。你们求你了，求你了。乔公子，帮帮我们吧，乔公子。乔公子，乔郎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赶快去救他吧，去呀！啊，冰娘的事，乔生无能为力。你们四位请回吧。乔公子，你。大哥，别求他了，小姐是给猪油蒙了心，看错人了。咱们走吧。走，我们走。真没良心。乔。
汉大丈夫啊！我不管你了。史孝廉、史太守纷纷被朱友给蒙了心，哎，你看，先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八化成那种狼心狗肺、无情无义之人呐、啊，还有那个梁大人更是混账透顶啊！你想，这两个史老爷，一个梁大人，那是三个臭皮匠嘛？那说的是，这说的是。那咱们这话今天还要说回来啊，哎，这乔生。确实是太不给咱们大伙儿争这个脸了，你这眼看着这宾阳不是马上就要出嫁了吗？可他呢，他老人家倒好，整天躲在这房间里是借酒浇愁，这是什么？平生皆被功名物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你是真心真意的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吗？或许你真的是铁石心肠，麻木不仁。义父，你说我该不该去找冰娘啊？当然应该了，走。不可以的，我爱的是连城，我不可以再爱别人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就别再想了。冰娘在等你，你赶快去吧，你再犹豫的话就来不及了。一醉解千愁，义父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家说一醉解千愁。只要喝醉了，睡倒了，明天醒过来，什么都过去了。乔郎，乔郎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连城，怎么，是王化成，他又来逼你了，我们走。我不走。为什么？太迟了。不会迟的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我不会让你嫁给王化成那个小人的。乔郎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咱们已经是人鬼殊途，天人相隔了。你现在看到的，都是一场梦。你骗我，我们走。现在相信了。
我们阴阳相隔，今生已经是有缘无分。不会的，连城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乔郎，关爱苦短，与其怀念我，何不珍惜眼前人？你说什么呀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说的是冰娘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一直把冰娘当成妹妹一样。是吗？喜欢他吗？乔郎，冰娘对你无怨无悔，一往情深，难道你真的那么狠心看着她嫁给王化成，往后受尽折磨吗？乔郎，不要因为怀念我而放弃眼前的大好姻缘，我不想你痛苦多后悔一次，知道吗？乔郎，我们今生是有缘无分，只能盼望来生。你要好好的活着，不要辜负冰娘对你的一份爱意。不走，你真的愿意嫁给王化成？那乔郎呢？你不是喜欢乔郎的吗？乔大哥骂我，他要我回家，他根本就是不想再见到我了。不见就不见，能把自己嫁出去就是了。他是看你离家出走，孤身在外，一时心疼才会骂你的。他是紧张你，关心你，那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，你还反过来怪他？不，我知道，他就是不想再见到我了。翻云覆雨去求他，他也不管我。都不要来管我，你也别管，你走吧。冰娘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嫁给王化成那个混蛋，你会终身后悔的。后悔就后悔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好，你不肯走，我带你走。哎，别急，别急。你好，你好，老爷。哎，乔公子，小姐今天晚上
们出嫁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带冰娘走。哎，别拦我，怎么办？哎，李白亭，亭亭，乔公子，今天晚上宾客众多，不要把事情闹大。我带你啊，从后面进去。走，谢谢李白亭，走。小胡子，啊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，冰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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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事啊？宝贝不见了。哦，哎，干了他。冰娘不见了。周书生。哎，各位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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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听王某一说。今天这新娘子突患疾病，所以这婚礼呢暂时推后，请各位带上自己的礼品暂时先回去吧。啊，改日王某定在聚贤居内大摆宴席款待各位，到时候再向大家道歉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请回吧。来人，在带着臭书生和那个畜生出来。是。去哪儿啊？我还要招呼宾客呢。程书生、乔生啊，想带小姐私奔，被那个王公子啊逮个正着。什么？又是他？小姐没事吧？小姐已经不见了，快去看看吧。走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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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我不可以连累乔郎的。快走，走，走啊你，走，走，走！别生气，你这个畜生，吃我的，花我的，你敢同外人掳走小姐？老爷，小人只是……只是，只是。这是什么？说，只是不想让小姐毁了终生幸福，所以才帮助乔公子的。你，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啊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我王公子有钱有势，你家小姐跟了我，那是他上辈子、上辈子、上上辈子修来的。你再瞎说啊！老爷，小姐喜欢谁？不喜欢谁，你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。你为了拉拢王公子，而硬要逼着小姐下嫁，这样他会幸福吗？他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你大胆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！求老爷收回成命，为小姐幸福着想。想反了，全都反了！你，臭书生，把我女儿藏哪去了？快说！太守公。我去找冰娘的时候，她已经不知所踪。当我要找她时，已经被他们捉住。我真的不知道冰娘在哪儿。哼，你不知道，谁相信呢？晚上真的不知道冰娘在哪里。夫人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都这么说。哼，你这个臭书生！我警告你，今天要不把冰娘交出来，我教你好看。哼，混蛋！我看你的皮硬还是你的骨头硬。哼，打！别打！往死里打！住手！打！老爷，这……哎，宝贝儿，小姐，宝贝儿，她不是你女儿。嗯，那她是谁？妖孽，敢在贫僧面前兴风作浪，还快快现身，束手就擒！冰娘。是你啊！夫人，是夫人，连城来索命了。哎，别太惊慌，有坨坨在此，捉鬼是手到擒来啊！臭头陀，你助纣为虐，不怕遭天谴吗？贫僧也有自己的苦衷。连城，大道无门，虚空绝路，你又何必留恋尘世？
你若肯去投胎转世，贫僧今天便网开一面。哎呀，别再跟他啰嗦了，你马上把他收了不就完了吗？谁都不准动他。乔郎，你让开，你挡不了的。我不让，这次我死也不让。我一直知道你在我身边，为什么你不出来见我呢？人鬼殊途，相见不如不见。对，人鬼殊途。连城，你决定好了吗？连城，你想要报仇的话，你就快点儿啊！我好让你死个瞑目。报仇？报什么仇？哎呀，就是这一家子把肉给换了，才造成你的死亡。